你叫什么？程潇，货运部的。在乎你为什么宁可违规技术也要登记啊？我心想最想做的是更欣赏他的正在气的热忱和对这份职业的选择了飞行，就选择了相伴一生的责任。现在我时刻都不会忘记起落平安。最好的
切都是我的骄傲。书里总爱写到心。